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4月4号，那么今天呢就是农历三月初八，是清明节了啊。首先呢，希望大家清明时节呢啊，多多的念经修心啊，保佑啊，请我们的家人，请我们过世的亡人，保佑我们能够学佛精进，平安吉祥啊。那个下星期二呢，就是3月15号啊。啊，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。你好。哎，师傅。你好。师傅。你好。嗯。哎，弟子给师傅请安了。啊，今天弟子帮两个同修问一下名字。啊，同修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说吧。第一个同修起了八个名字，请问师傅，这哪八个名字比较好？啊，我们编号已经编好了。他应该起80个名字让我选更好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他是90年的马，男的。啊。就是现在有8个名字，师傅你帮他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。90年属什么的？属马。第三个名字叫什么？叫高义明。高义明。就是他姓高，随后义就是一个立，站立的立，边上两个羽毛。啊。边上一个羽毛的羽，还有名是3点水，就是一个名人的名。嗯，就这个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嗯。啊，第二，它是图腾是什么颜色的？这个90年的马。白的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感恩师傅。小孩子其他没什么毛病。啊。小孩子其他没什么毛病，叫他眼睛当心。眼睛已经有点近视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会。嗯。哦，他是戴眼镜的，是近视的。看见了不啦？嗯。第二个同修是81年的属鸡的女的，她起了，对不起啊，是10个名字的。师傅你感应一下他哪个名字比较好。10个名字。哎，81年属鸡的女的。81年属鸡。81年属鸡。嗯，81年属鸡。几个名字啊？10个。10个，对。更厉害。对不起师傅。81年属鸡的。10个名字。第六个名字叫什么？第六个叫陈启飞，就是陈就是耳朵陈，启就是枸杞的杞，就是面木字边旁一个自己的杞，飞就是雨字头一个非常的飞，叫陈启飞。飞是什么飞啊？雨字头下面一个非常的飞。啊。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981年属鸡的。等等啊，这个字稍微有点瑕疵，哦，再给他再选一个。哦，好，感恩师傅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三个名字呢？陈君奇，就是耳朵陈君，就是一个足字头下面一个均匀的均，后面一个3点水，一个其他的奇。第八个呢？陈雨林，耳朵陈，下雨的雨，双木林。第三个也是第三个。嗯。哦，陈君奇对吧？嗯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81年这个属鸡的女的，她是图腾什么颜色的？偏深色的。因为她那个雨字边旁下面一个飞啊。哦，这个字其实大家都少用。嗯。还有那个林也不好。
好的。嗯，明白了。好的，我会告诉他们。啊，因为雨下雨之后啊，啊下雨之后啊，然后飞啊，实际上就是一格一格往台阶往上爬、啊，非常的辛苦啊。嗯。啊，而且飞还包括一个是非的飞啊，明白吗？嗯。所以他以后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啊，他的心情就会很不好。就是是非啊，这就会出来，所以像这种都要当心的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知道了，好的，感恩师傅啊，再见。嗯，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完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感恩你。好，师傅拜拜，师傅再见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师傅，哎，你好，帮我看一下那个90年属马的。90年属马的。嗯，对。男的，女的？男的，看一下他那个业障比例。90年马。嗯。36。哦，36。嗯。师傅，看一下我那个修行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是你呀、啊？嗯，对对对。你几年属什么啦？我就是90年属马的。啊。啊，你有讲话有不如理不如法，嗯。哦。偏激啊！你讲话经常偏激 啊，太偏了，嗯。讲偏了。嗯，偏激听得懂吗？嗯。师傅，我这个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偏激就是讲话不要太过分，听不懂啊？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嗯嗯嗯，师傅帮我看一下那个87年的兔子吧。87年的兔子是吧？嗯，对，男的，看他身体和业障比例。87年的兔子。87年的兔子。嗯，啊，有一个灵性女的，一个女的在她身上，一个灵性女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长得什么样？你是不是鼻子不高啊？我的。哎，鼻子高不高？我的鼻子不高。啊，那说不定是你的，是不是眉毛很淡？是不是不是很高啊？哎，我说眉毛很淡。哦，眉毛可能是吧。是吧？那眼睛就是比较平整、嗯、不是好像不是双眼皮，不是抠进去的那种眼睛。嗯嗯嗯。啊，那不是灵性了，那就是你的。嗯嗯。哦，嗯，我是87年的兔子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师傅。那就是这个87年的兔子。嗯。那有个女的，在他身上。有个女的。啊、嗯，是你不啦？不是你的吧、哦？他这个不是不是、啊、不是87年兔子是个男的。哦，那好了，不要讲了。一个女的在她身上，一个女的啊，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67张。67张小房子。嗯，你有没有妹妹姐姐啦？你有没有妹妹姐姐死掉的啦、啊？你妈妈打过胎不啦？掉过孩子不啦？嗯，好像不是很清楚。啊、嗯，应该说在她身上，应该在她身上，嗯。在他身上了。嗯。嗯，这个你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嗯。我不是刚讲了吗？69张啊，67张的。嗯嗯，他那身体，他那身体不太好，给人看吗？听不见呢。你这电话不行。师傅，他的身体不太好。身体，我告诉你，他有、嗯、他的骨头啊，缺钙，严重缺钙。骨头严重缺钙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嗯、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男孩子胆子非常小。嗯。嗯，确实他胆子比较小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怕见人，明白吗？嗯，怕见人。嗯，对的，就是他是的、啊。对的，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给他多念大悲咒。念多少？多少遍大悲咒？每天念至少念7遍。嗯。每天至少7遍大悲咒。他那个修行上，他叫他自己好好念，叫他自己好好念。嗯，他修行上什么不对吗？什么？
修行，他在修行，他自己也念经的。嗯，他身上有灵性啊，已经跟你讲过了。就是有个灵性是吧？这女的呀，刚刚不是讲她吗？嗯，就是她要修行，等修行您给她点拨点拨吧。没有什么点拨的，好好念经，用功一点就好了。点什么拨什么？好好念经，很多人就是不用功，就是不认真，有什么点拨的？好好的念经，听得懂吗？一心一意念经，菩萨都在你头上。嗯。还有什么？很多人一辈子念得很灵的，就是认真。嗯。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好，嗯，师傅，他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今年的兔子男的，27，嗯，27，好了，27，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好嘞，师傅，嗯，有个师兄，他84年的男的老鼠，你看他家里有没有灵性啊？有，在他们家进门的左面，嗯，哦，进门的左边有灵性。哎，叫他念吧，36张小房子。好了，结束了。36张小房子，好的，谢谢师傅，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师傅，我想看一下，今天是看图腾吧？是啊。我想看一下，76年的龙。男的，女的？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76年的龙。女的，师傅。76年。我自己。想看什么讲吧。看一下我的身体。腰不好。嗯。颈椎到腰这里，这根脊柱整个都是黑气，所以你浑身无力。嗯。经常浑身无力。腿关节不好。嗯。脑子不清楚。嗯。记忆力很差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什么都记不住。嗯，啊，有，我告诉你啊，身上有灵性啊，赶快念了。那身上灵性在哪里？在肚子上。师傅，我以前梦见过你，就是参加了澳门法会，回来第三天就梦到你了。哎。你跟我说，说我肺子还能好，然后说让我多注意肚子。看见了不啦？跟我现在讲的一样不啦？是一样的。师傅，前两天检查身体，我因为我是宫颈癌嘛，然后已经全部切除了。这两天上周日检查，说我这个指标又高了，是怎么什么原因呢？你过去啊，嘴巴太坏，你阴过别人，你要记住了，过去在背后讲过人家不好的话的人，就叫阴人家，阴人家是地府帮你算账的。嗯，所以你现在要多念礼佛。我错了，师父。听得懂吗？嗯，我错了，师父。不是错，我告诉你，太厉害了。嗯。真的，你现在我告诉你，已经给你颜色看了，还听不懂啊？嗯，师父，给我看看我的肺子。肺是不啦？嗯，肺子。什么叫肺子啦？肺子是什么啦？啊，肺部就是我已经吃了4个月的药了，现在还是一直都在咳。不行啊，你这个结很大。你现在几岁啊？我今年我属龙的，今年是42岁。哎呦，你吃全素？我做完手术全素了没有啊？吃全素了，就是在我做完手术以后接触心灵法门，然后现在已经吃全素2年了。你赶快，你现在需要调补。你现在听台长的话，你多吃一点那个川贝。川贝精啊，对你肺非常有好处，而且有一种是化痰的，因为你的痰特别多。对。啊，而且你的肺里边有积水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经常只要下雨天或者时间睡得长了一点，你的肺就喘不过气了，听不懂啊？我就是白天运动的时候好一点，往下一躺下我就上不来气。看见了不啦？跟台长讲的对不啦？对的，师傅，我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你呀、你有一个老妈妈，白头发的老妈妈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岳母啊？你岳母还活着吗？
我妈妈跟我婆婆都活着，我只有奶奶去世了，奶奶跟姥姥哪个带你的啦？我经常和奶奶在一起。是不是头发全部往后梳的花白的？对，我奶奶脸不大，花白的，脸不大，脸不大的，脸瘦的，对，就是她了，在你身上。脸瘦的，脚是小的。对对对对，像包脚一样的，裹脚的。对，是包脚的。看见了吗？哦。我告诉你。我以前。你赶快了，帮他念经。以前做梦有梦见过。看见了不啦？赶快跟他念经啊！帮他念经啊！念多少小房子？念多少小房子啊？念多少小房子？他要很多。要76张。赶快给他念了。放生多少？放生倒无所谓，放生慢慢放吧，好吧？放生半年。师傅，那我已经半年放2000条，半年放2000条。哦，半年放2000条。嗯。师傅，那我这个就是指标这个高，这个就是说我还用不用去做那个上药？他因为让我去做活检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帮你看一下吧。76年属龙的。啊，你子宫已经割除了。对，全部割掉了。割掉了。因为前两天指标又高了，高到3000多，他让我去做活检，我一直都没有去。赶快念礼佛吧，三天当中啊，三天当中你会感觉如果明显的好转的话，去检查一下身体，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当中再去检查一下，好吧？普通检查，先不要做活检，先普通检查，好吧？如果普通检下了呗。如果有指标还高的话，可能再去做活检。如果指标不高的话，就说明在好转。因为你现在礼佛每天念几遍呢？我每天是5遍。你加到7遍吧。加到7遍。好吧，而且现在自己要经常的要喝那个大杯水了。而且把大杯水我天天都有喝。而且把那个肺呀、肺的要弄些川贝、川贝母啊来吃吃，川贝对你的肺很好。而且呢，你现在吃的东西不要太杂。你过去有一段时间，我看你吃的非常不好，所以你的那个肺啊，跟这个吃的东西啊有关系。有一段时间，而且你小时候还有人家吸烟呢，你在边上二手烟很长时间，有一段。听得懂了吗？我帮你毛病听得懂，我帮你毛病都找出来了，你自己好好改吧。好啦。行，师傅帮我看一下，我打他的孩子有没有走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不要再去想了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给他36张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嗯、我的意思，人的身体上切掉嘛就切掉，无所谓的。本来你也是的，没办法，这个是最该你受的。明白了吗？好吧。师傅，我12月份做梦有人拉我，然后我拼命的挣脱掉之后，他又拉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说的啊，你还有一颗好的卵巢吗？我就等你这颗好的卵巢，他就这样说。我就跟你讲，这就是你过去的邪淫所犯，因为你犯过邪淫，我刚刚看了，你不讲我也就不讲了。我知道了，师傅，我忏悔，我知道这是我邪淫的果报，我师傅忏悔。自己知道就好了，我所以跟你们说，不要经不起诱惑。明白了吗？听得懂吗？好好忏悔，现在在人间忏悔还来得及，不要等到以后到地府里面再去忏悔，那就下去了。听得懂不啦？我忏悔。你非要我讲出来，我本来还给你点面子，不想讲了。好啦，好好努力吧。我错了，师父，我忏悔。好好忏悔了啊！感恩师父。好了。再见再见。感恩观世菩萨。再见。
喂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赶快。Hello， 是台长啊。哎呀，又是你打进来了，赶快讲啊。好好，还有多少分钟？没分钟了，现在是给你加出来的。好，赶快来。1975年鸡，俗称银色。鸡，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偏深。偏深色。他的业障有多少？业障28。业障28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。有啊。他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看看啊，他身上一个灵性没有鼻子的。啊，很吓人的。小房子要多少张呢？像骷髅头一样。小房子要给他，小房子要给他65张。啊，60张。他有，因为他有犯太岁吗？他有犯太岁。嗯。有啊，他有什么要讲吗？就是叫他要当心一点，他的关节很不好，关节。啊。他如果不好好的、啊，他不好好的吃点钙片的话，他以后的脚会站不直的。好吗？啊，明白。OK。哎，他的佛台怎样？佛台？佛台不大好哎。不大好、啊。不大好，太低了。嗯。啊。他的佛台的右面呢、啊哎？怎么靠的卫生间呢、啊？太近了，靠卫生间太近了。啊，太接近了。嗯。啊，叫他移过来一点啊，好吗？嗯，移过一点了。啊，好了。哎，台长，帮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莲花种子。你有没有莲花种子？啊，我1971年属猪的。你又没拜过师？有没有给我一颗？你没有拜过师是吧？没有啊，你讲新加坡菩萨有给莲花种子吗？我有没有给一颗？莲花种子很多，但是你没有。我没有啊。嗯。啊，现在是没有莲花了。嗯。你现在要自己有结束的时候要特别当心，好好修啦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修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今天有接吗？没什么。我要上有多少台板新加坡回来？有少一点嘛？你现在还有34。嗯。我又上了。啊。嗯。放生了啊。34。又上了。34%。37啊。放生了。上升了，因为你没有好好修行了。哦，所以你要赶快要把它控制了，否则你就没命了。今年有接班吗？今年啊，应该没什么接。啊，没人啊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再见了，台长，再见再见。对对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